一大勺珍珠加茶，奶粉搅一搅，台湾之光国民美食珍珠奶茶，现在要上谷歌搜寻首页，让用户玩游戏。玩家扮演可爱的台湾土狗，拉着小餐车在雨林中卖珍奶，共有五组动物朋友来点餐。玩家必须依照每一关的指示线，将珍珠、茶以及糖加入。游戏成功可以获得一颗星星，一杯珍奶最多三颗星星。倒料摇珍奶的声音完美原音呈现。Today's interactive game doodle celebrates bubble tea。谷歌的互动小游戏在29号出现。三年前的这天，正好是珍珠奶茶被赋予专属 emoji 表情符号的日子，因此谷歌透过互动游戏庆祝，分享游戏设计过程，还不忘专文介绍。Bubble tea has its roots in traditional Taiwanese tea culture。珍珠奶茶随台湾移民潮逐渐在海外流行起来，一步步扩展到全世界。过去谷歌也曾在双十国庆在首页置入可互动的台湾黑熊，推出烟火国旗秀，大大增加台湾国际能见度。这次在为台湾珍奶做免费行销，征服全世界。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。